这是什么时阵的代志？是方安乐失踪了后的代志，你是安怎去找伊？我唔知啊。各位，今日的神秘嘉宾马上就要来祝贺会长甲夫人，请大家耐心等待。即摆咱先来欣赏一段祝贺影片。 这是什么时阵的代志？是方安乐失踪了后的代志，你是安怎去找伊？我唔知啊，这件代志我完全拢无印象啊。哼，啉到醉茫茫，免讲嘛无印象，是讲夫人啊，恁敢问会长是毋是有求方安乐？我无。 我来甲代志讲予大家听。安乐，你失踪遮尼久，到底是去倒位？恁毋着讲予大家听。我后悔丢怪起来啊！我做代理孕母了后，甲会丢因阿母的关系，特别甲足奇怪。 会长想要私底下接近我，夫人因为安尼常常咧食醋，大家不时咧冤家，闹到足无欢喜的，我感觉足烦，足困扰的，想要换一个所在住，会当好家己，会当好好安泰。谁知影，才拄搬入去饭店，会长，就啉到醉茫茫，走来去就笑。 伊是安怎随你去住校？伊讲伊爱我，无我会死，爱我接受伊的感情。唔然呢？伊佫讲，伊要离婚，予我做会长夫人。伊讲我巴肚内有伊的囡仔，阮三个才是真真正正的一家人。啊，毋过我爱的是自在，我哪有可能答应？ 伊毋接受，就规气，规气甲我压走啊！就是阿庆影片内面迄间事情。对，伊甲我绑起来，甲我关咧内底。伊讲伊逐工拢会来看我，其实是要互伊家己欢喜的。 心情好，对我卡来手来，我唔肯，伊就去卡动手。这段时间我真正是予伊糟蹋到无法度啊！您看，我这乌青，这空嘴，我流的血。 拢是伊欺负查某囡仔的证据。你是在讲啥？你是在讲啥？你闪啦！我什么时阵欺负你啊？已经就是你，是你叫我替你找一间大个所在。红酒是你叫我，是你叫我啉的，而且黏黏的对我塞外尾，又怪我，现在你这高飞不停啊！